全岛着风帆武汉肺炎兼水库公所上午来交着牛溪来全岛着保持社交距离，甲挂着口罩。是，咱牛溪吼，真侪物件，但是咱物件真侪人嘛袂使真侪吼，人爱距离，爱距离一公尺，爱无戴口罩也麻烦挂起来吼。区长亲自带队沿途，家己骑着大声公来广播，希望民众来遵守着社交的安全距离。伊区长表示讲，咸水牛溪每到开市，拢有真侪林雕，今仔日拄好是假期，林雕阁更加侪。拄好当着武汉肺炎疫情升温的时阵，希望民众做好着相关的防疫，降低着被感染的机会。呼吁咱大家来牛溪买物件的人，一定爱最爱戴口罩。然后呢，咱的距离上好是一定爱咱手伸出来安尼一公尺的距离，大家甲人甲人唔通伤靠近，因为咱新冠状病毒呢，即摆疫情真严重吼，需要咱大家配合，无吼，咱以后要来牛溪才搁再买物件。咱的牛鱼嘛，无法度继续搁经营哦吼。选择过程当中，区长嘛发送着防疫酒精，互前来采港的民众。挂着有人无挂着嘴安，区长嘛来进行着选择，希望民众多多配合着防疫，就是着过来洗手、挂嘴安，保持着社交距离。南平新闻，陈义祥、咸水采访报道。